中方对美菲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。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。美菲声明歪曲抹黑中方正当合法海上执法活动，甚至无中生有对中方进行造谣污蔑，中方坚决反对。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，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。 是非法的、无效的。中方不接受、不承认的立场是明确的、坚定的。我们愿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，妥善处理海上分歧，但将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